我这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群面，这还带着这。不，他不是人，不用面啊。看不见。爱情去哪儿了？跑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你找来的人，你自己搞定。 对了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35岁。35岁，哟，那你比我们小白大了整整10年代啊！也不算多吧？不，不算多，当然了，你现在已经不是青年了，那也算是壮年，对吧？对了，你身体还好吗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几个家调查显示，35岁以上男士。 患有慢性疾病的风险将提高至2%。悠悠，哎呀，那你得小心健康啊，多多的运动啊。健康，来，这，广告说了啊，你们这快40岁的人呢，喝这个特别有用。来，不，我还不用补呢，不需要。叔叔给你的，这拿去吧，来。谢谢叔叔。啊，对了，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哦，我自己开公司。哎呦，那这是青年才俊的啊！哎，你说我们小白就不行了。不过呢，他这一心一意只会扑在这个机器人身上。不过，这一点呢，跟爱情导师志趣相投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 也不算多，年薪100万吧，在上海有2套房子，都是全款买的。哎呦，那不错啊，年轻人没有房子的负担，那生活压力会减轻很多的。对，所以我呢就打算一套房子留作婚房，另一套房子呢就给岳父住，啊，我爸妈都有自己的房子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山东人的传统美德在你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孝顺。谢谢叔叔。哎，你没说啊？ 我来你家里的路上啊，我看见这附近的很有老上海的气息。是，那只要小白跟我的孙媳妇喜欢的话呢，我可以在这里啊买一栋老洋房。哟，哎呀，老洋房在上海可是稀有的很呐。哎呀，我的外孙也是很稀有的，只要他跟我的孙媳妇喜欢的话，我也舍得呀。哎呀，哎叔。 我再给您添上一点，够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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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谢谢。哎呀，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iQiyi